下午的快五点，爸爸在弄牛排哦，烟雾弥漫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整间都是烟 ，Oh my god！ 我还是进去一下了，真的都是烟的，被我搞，全部都是烟。因为我在煎牛排，这牛排不是用大火吗？然后我刚刚用那个我们在 Costco 买的铁锅，然后火那些泡，这个感觉真的蛮适合煎牛排的，因为它的温度可以到很高。然后现在大家静置一下，在静置的同时，想出来跟大家聊一下天。好，等一下。今天呢是礼拜六，我们刚才中午跟阿妈还有姑姑吃饭，主要是因为他们陪我去看房子啊。我们最近啊，周末都有时间的话，都在我们家附近那边，就是我们想要买房子的地方，就是有去多看一些房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去看了三间。他们在玩乐高。我们今天去看了三间房子啊，然后。Uber 哦，哇、欸！ Uber 好，当 Uber 司机好不好？那、啊、你要载我出去玩哦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我想清楚下个房子，我想不出来要哪个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想一下，我们慢慢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了三个房子，三间，三间。你最喜欢哪一间？我最喜欢乐高那一间。乐高充满乐高、嗯，我们今天超酷了，我们去到一间就是。哦，你喜欢哈利波特那间啊、哦？哈利波特是第一间的，对，第一间哥哥房间那一间。哦，不是，是第三间，哦，第二间，第二间，第二间。嗯，妈妈说的那间呢，它是就是一个大空房这样子，然后里面充满了乐高的产品，可能他是在做代购吧，还是什么？应该跟乐高有关，就整间房子都是真的乐 高代理商，嗯，对。我也是最喜欢那一间诶，那间真的感觉蛮适合我们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空房，然后就可以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想要，从头到尾都是可以自己的设计这样子，因为想说既然要买房子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的比较完整一点。所以像有一些房子啊，我们有看到是它可以直接就可以进去住的，然后有些价格也蛮，就是感觉还蛮不错的，对，就是蛮真的心动的。可是我们就觉得说，如果我们要重做的话，把它打掉就很可惜，然后我们也要花这个钱去打掉也浪费，所以还不如就找一个比较素一点的房子。其实最后一点也还不错。最后一间，第二间跟第三、第四间我都蛮喜欢的，就是第二间跟第四间买起来就会觉得连装潢都一起买，可是重点是我们又要装潢，所以就感觉有一点多买了。对，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讲乐高那是第三间，然后第四间妈妈讲的那个是他们家真的很漂亮，然后那屋主也急着出售，然后就是这几天他就要卖出去了，所以他们的那个可以喊价的价那个空间就更大。对，然后那间呢，真的那个感觉得出来，那屋主就是很有品味，然后你可以直接马上我们家的东西。就像出国或者是去南部玩一样，对，就行李带着就可以直接住进去了，一箱即可入住。嗯、然后它阳台非常的大，它有前后阳台，前后阳台我觉得加起来至少有八坪左右，就都是非常大。然后后阳台还可以放下两台洗衣机，对他们横的放哦，横的放一台烘衣机，是非常的宽敞的，就是我们看这么多间以来最宽敞。然后前阳台的那个长度也是很长很长的，其实那间也蛮心动的，可是。那间的话就会比较可惜，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设计。对对，然后不能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需求这样子。那间如果真的要的话，就是要放弃装潢。对，就直接进去住，然后就用他们原本装潢好的。对，因为他们应该是原本好像也花了100多万装潢的样子。他们其实原本装潢的就已经很漂亮。不错、啊，他们真的是，我就说他们其实很有品味了。很懂得生活，然后你买那个房子，等于说你赚到他的装潢这样子。可是我们又就是怎么讲，就可能没有那么有缘，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一个可能比较素一点、比较空的房子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打造成我们自己希望想象的样子。没错。不然那间其实真的，你加上那个装潢，真的很划算。对，超划算，我也觉得。我觉得那個、以他开那个价格，还有可以那个杀价的空间。对呀、啊。真的要看缘分有没有遇到那种比较挤的，比较挤的可能就可以有比较大的 range 去跟他们喊价这样。一定哪有啦，有可以，他们会遇得到的。他们是我们屋主哦，屋主当然不希望人家喊价、啊，是我们要需要遇到一个比较可以喊的。喜欢对称。刚录到一半，结果记忆卡没了。没我们讲到哪里？我们讲到。只要格局不错，就是、那一间三间房间都算大的，然后而且客厅跟厨房是可以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可以边煮菜边顾小孩，没有，
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是因为它的厨房是开放式厨房，所以整个空间看起来会更宽敞。那我们也是蛮需要开放式厨房，因为我们如果之后在家里面有需要拍片啊什么的，其实开放式厨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。所以那间真的感觉蛮符合我们的需求，而且它是刚好在四楼。对，那四楼的话，可能大家会可以想象，就是可能溢价空间或许会大一点。对，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没有差，就是四楼也可以。对，四楼也可以。对，它是没有什么 view， 可是很通风。我最希望的就是住三楼或四楼。怎么说？其实我没有想要住很高的。你怕地震吗？它总共好像就十二楼的样子来说，它应该不高。我觉得我是怕麻烦。麻烦？你坐电梯有什么麻烦？就是上去都就到了。如果没有电梯的时候，怎么可能？那、啊、你现在就要买了电梯的。想很远。对。然后那个社区看起来也是蛮，我觉得。算有质感，然后屋龄也只有4.6年，所以算蛮新的。对，而且它很新。然后中庭有一个小花园，算宽广。然后后面有市场，然后离捷运站以那一区从化区来讲算近。嗯，对，算是比较近，因为它是比较偏后面的。可是我们应该如果真的觉得那间再多看了、啊，就是看来看去觉得那间不错的话，应该可以再去多看几次那间。对，因为一般看房子好像有很多要注意，我都还没有做功课，比如说漏水啊，然后什么漏水应该是最基本的啦，还要台风天去看，下雨天去看，晚上去看，白天去看，都去看这样。对，嗯、然后太热的时候去看，嗯，看会不会太夏天去看，冬天去看，一年四季去看。我觉得冬天倒还好，夏天真的太闷热也不行。对，那我们刚好是在夏天看房子，所以应该会遇得到。妈妈，弟弟，我朋友都说看一间房子要看5年。哎，弟弟，妈咪，5年你们都长大了。我朋友有去看星光三月。你朋友有去看星光三月？你朋友有星光三月？对。你朋友是谁？你朋友就是刘兆凯。对不对？你小时候的朋友美乐，你自己去啊、喔！我跟你说，爸爸小时候也自己坐捷运去那个星光三月哦、喔。是的。然后也是自己去的。我三年级就自己坐捷运去星光三月玩一整天，然后再坐捷运回去，真的、喔。这么厉害。然后阿妈在捷运站再来接我。这么厉害。嗯？诶、欸？然后我大了，我就会自己下车，然后我会自己。嗯，我要去爱乐呗，去爱乐。哦，好。然后去史努比。史努比，好。那你长大，我就让你自己去。很好。你来试试看。嗯、对，8岁一个人去旅行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可以。我那时候也差不多8岁、9岁。我也是。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每个周末呢，都会大概我大概就是周间的时候有时间抓时间，我就会在网上做一下功课，然后丢给房仲，然后他就会帮我看可不可以约。那我下礼拜也会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需要缘分，是因为，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没有到最适合我们的物件出现，可是我们可能边看的同时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物件试出来，那我们搞不好就会遇到不错的，像这一次这个他们那个极件那个真的就很不错，极件的，搞不好下一次我们可以遇到一个很适合我们的，对，然后极件又再更便宜一点。但是我们已经先有留几间，就觉得还不错，先留在心里面，然后其他就可以还可以再看这样子。那目前为止我们看了，这样两几个礼拜下来，我们也快速的累积很多间呢，有没有10间有了？6、7间吧。嗯，对啊，蛮快的。对啊，再多看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我要去把我牛排完成了，拜拜。我要继续陪我儿子拼乐高了，拜拜。你在这边好笑，弟弟。妈咪好好笑。我喜欢有哈利波特那一组。你喜欢有哈利波特那一组啊？对。